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4.6 传说任务战诺的金囊之章第二幕守诺者休息之余。化成过东南方跟赛诺他们会合吧。电风，哟，我们来了。哇，你们动作好快，已经把帐篷搭好了呢。还好，算着时间，你们也差不多该到了。旅行者派蒙，一起钓鱼吧，钓到的鱼晚上可以吃哦。来了，交给我们吧。我也会加油的，之前跟其他巡营官学了些钓鱼技巧，今天就来试一试。附近有很不错的蘑菇，我采了一些，还有新鲜水果，放这里了。哇，跟巡灵官出来玩就是方便，什么都有，没有的就地取材。嗯，确实，我在树林里一天苦都没受过。最近的旅行怎么样？哇，开心的、伤心的都有，但都是很难忘的回忆。这样啊，那等会儿吃个落落梅吧。早上刚从集市买的，让伤心事落到地上，烦恼就会没有。唉，我只是想推荐你们吃点酸甜的东西。突然好想喝果茶，我去拿材料。他逃跑了。他竟然逃跑了。哼。柯莱这家伙居然跑了，难道他有预感我接下来会？好朋友，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天哪，你拒绝了我，但我绝不会放弃，过会儿再邀请你，记得接受。我真服了他了。鱼干动了，我来。木柴、香料、点心还有饮料都放好了，等柯莱回来可以吃烧烤。帐篷有三个，你们俩睡哪边？我们要左边这个怎么样？嘿嘿，我觉得这边看起来氛围更好一点。嗯，确实是，不过这个帐篷离水边近一点，万一有驯兽睡得迷迷糊糊的，可能会跑到你们帐篷里去。但愿不要。我的武器借你们吧，横在门口。那不是变成赤王的门栓了？太棒了，听起来就很老。我回来了，准备好肚子吃烧烤了吗？
来了。好香啊。口水都要流下来了。看你急的。可以撒佐料了。要几分熟？哇，这又不是牛排。说不定也可以参考牛排的做法哦。七分。那现在就差不多了。要九分的再等一等。好吃，要不是吃饱了可以再来三串。我也吃了好多，吃完都犯困了。困就睡吧。派蒙也有点困了吧，这里我和塞诺收拾就好，你们先睡。今天放你一马，下次再来神圣决斗。晚安了。眼皮都粘上了。对了，来，赤砂之杖。啊，不要真的拿过来啊！很强的，试试看。我又拿不动。好吧，确定不要吗？万一有什么东西跑进来，我也会保护旅行者的，你就别担心了。哎呀。召唤王里也有类似的场面，明天讲给你们听。现在是休息时间，睡吧，祝你们有个好梦。人应该都在吧？旅行者，派蒙，你们在帐篷里吧？能起来一下吗？看这里。这什么？一把剑？卡在帐篷里面干什么？防盗？防盗。啊，谁啊？大晚上的。我把剑搬开了。哎呀，哎呀。海森卡维，现在不是半夜吗？抱歉这个时间点把你们叫起来，但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整理好到外面来聊吧。出了点状况，事关居乐时和塞诺，我想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情况。从头说吧，事情是这样的。我明明记得我洗完酒杯放在这里了。哎，有了，帮我也倒一杯。哎，你看看配酒的饼干在不在桌子上。在，还有水果。这个新口味不怎么好喝呀，早知道就买昨天塞诺他们喝的那种了。哪种？对，昨天我去酒馆遇到居乐石先生请客吃饭，塞诺、提纳里和克莱都在，还有旅行者和派蒙。桌上那瓶酒好像是兰巴德那边的新款，看起来不错。看来他们遇到什么事了。说到这个，你应该听说了吧，居乐石被人勒索了，犯人才16岁，敲他1000万。路上听见有人在聊这件事，犯人很快落网，目前案件应该移交给了嫌疑者。唉，
不知道纳菲斯先生他们怎么看。哦对，居乐石还给我看了那封恐吓信，做得很粗糙，不过信上的花纹设计得很特别，而且很漂亮。等等啊，我找张纸画给你看。好了，看，很特别吧，没怎么见过这种花纹的信纸，也不知道那个犯人从哪里买的。确实很有意思，全是沙漠民族爱用的象征元素。啊，真的？比如这个尖顶的建筑轮廓接近古代宫殿，还有交叉和倒影结构，有种古代纹样构成跟它非常相似，不过已经很久没人用过了。什么纹样？缄默之殿的文章。我们俩对了一下，觉得不太对劲，就来找你们了。我们可是从城里一路找过来的，艾尔海森觉得你们大概率在提纳里这里，就去化成锅找。巡灵官说你们露营去了，才走没几步就遇到会化成锅拿东西的塞诺，跟他说了没几句他一下就跑了。等一下等一下，缄默之殿的文章，这东西有什么可怕的吗？出事了吗？我去叫一下克莱，稍等。看来你们还不太了解，简单的说，缄默之殿是千年前就存在于须弥的一个组织，现在去教林院就能找到缄默之殿的办公室，他们名义上负责管制处理不应被大范围流传的信息和文献，都是些对外的说法。实际上现存的缄默之殿是个空壳，学院制度下的一个幌子而已。根据记录，真正的缄默之殿由赤王七柱之一众贤之至贤赫曼努比斯建立，成员大多来自沙漠，而那间办公室里坐着的没有一个来自沙漠，他们也从不使用沙漠人的文章。难道教灵院内的那个缄默之殿是假的？天哪，不无可能，目的嘛，多半是想掩盖什么。可是这么机密的事情你怎么会知道呢？哼，你忘了吗，他当过代理贤者，而且离职了都不减薪。忘了这茬了。所以你是趁当代理贤者把机密文件翻了一遍吗？办公室里的文件看一下很正常吧。这件事情很奇怪啊，教令院学生写给居乐时的恐吓信上为什么会有缄默之殿的记号？犯人才十几岁，也不是沙漠人，那他又是从哪里搞到那张纸和那个文章的？你们刚才是不是遇到塞诺告诉他这件事了？对，他听完就冲出去了。事关居乐时，他肯定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也去看看。现在这个时间，塞诺应该会去居乐时最近住的地方找他。缄默之殿与教令院有关，背后又藏着秘密，那相关的文章突然出现肯定会引起事端，去一趟教令院比较好。嗯，老师作为申论派贤者理应知道真相，可以向他打听一下，信息越多教令院方面也越能做好准备。如果事情与真正的缄默之殿有关，那他绝不可能只是个误会。克莱，得麻烦你去一趟三十人团那边送下消息，请他们帮忙留意塞诺和居乐时的行踪。旅行者和派蒙跟我走，我们去追塞诺。好，出发吧。居乐时先生这段时间一直住在须弥城里，为了照顾番茄田，他租用了附近的房屋。我们就到那边去找他。到了，就是那里。这么晚了，看起来也没有人在。塞诺动作一向很快，是不是来过又走了呀？这个声音，是提纳里吗？
萨赫哈蒂女士。你们果然来了，天哪，今晚到底怎么了？塞诺是不是来过？对，不久前他突然来敲我家门，问我今天有没有见过居乐石。我说哎呀，那个老东西白天就出去了，回来也没动静，我们就到居乐石那边，谁知道他根本不在屋里。塞诺见状就匆匆地走了，也没跟我细说发生了什么事。唉，严重吗？居乐石不在家，那听起来就有些严重了。萨赫哈蒂女士，你知道居乐石先生被勒索的事情吗？知道，那天我开门出去，就看见他站在田边浇花，手里攥着一张纸，一个人默默地思考。他那个样子像有什么烦心事，可又不说。要不是塞诺那天刚好过来看望他，事情不可能这么快解决。塞诺一看那封信，就要居乐石报告三十人团。起先居乐石还不乐意呢，说什么有损名望。塞诺坚持，他才照做。居乐石居然不乐意吗？可看他上次的模样，不像是不生气啊。居乐石又是前任贤者，不排除有人因教令院对他不满，所以塞诺说必须上报给教令院。我那会儿也在场。听起来居乐石一开始不想公开这件事，为什么呢？居乐石他不会卷进什么危险的事情了吧？这老家伙。哦对，塞诺还给你们几位留了封信，他刚才写完交给我的，说是你们可能会来找他。谢谢。写了什么？我看看。朋友们，这件事比较复杂，而且不便公开，请理解并允许我暂时独自行动，不要跟来。确实是塞诺会写的东西，谢谢你，萨赫哈蒂女士，我们会尽全力保护塞诺和居乐石先生，别太担心。旅行者派蒙，先回教令院跟大家会合吧。你们来了，怎么？哦，看来没找到人。去过居乐石住的地方了，他不在。塞诺第一时间就去了那边，然后又离开了。他没说自己要去哪里吗？留了一封信给我们，让我们别跟着他。不意外。塞诺这家伙，哎，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情况吧。刚才我根据记忆重新又画了一遍那个文章，这次画得比较精细。对比过古籍了，就算书里的图案比较模糊，也能看出来二者的形态和构成元素都十分相似。嗯，而且这个文章几乎算是失传了，我们两个翻遍了图书馆，也只找到一本旧书提到它。另外，阿拉夫从乌拉卡口中问出了他的消息来源，告诉他居乐石从沙漠捞了一大笔钱的人是男性，外表年轻，沙漠人，据说看上去气度不凡，而且也有学识。嗯，乌拉卡是在酒馆玩牌时遇到对方的，那个少年自称跟商队来城里做生意。乌拉卡听了他的话一时兴起，
说出想敲居乐时一笔赚点钱的想法，对方大加称赞，随手找了纸笔给他。原来如此，那张纸被人动过手脚。那乌拉卡说的少年现在在哪里？他不知道，他说出了酒馆就再没见过那个人，后来那些事是他按照对方的指点独自完成的。纳菲斯和阿拉夫去找三十人团核实城门出入情况了。还有，纳菲斯承认目前院里的缄默之殿是障眼法，真正的缄默之殿曾来到雨林与教令院建立合作，但随着时代变更，贤者们一度变得迂腐愚昧，缄默之殿无法信任当时的教令院，合作关系早已结束。这些人大约400年前就回归沙漠了，这个组织自诞生以来就保护着赤王文明与相关信仰，他们行走各处，封存管理不利于人民的智慧。他本该引导世人走向正确的道路，是有正当意义的机构。合作关系中断不利于教令院的名望，所以他们建立一个假机构来掩盖真相。这种事情竟然持续了几百年。缄默之殿消失了几百年，居乐石又怎么会跟他们扯上关系？这件事恐怕塞诺都不知道，所以他才非常急切吧。利用乌拉卡勒索居乐石是第一步，犯人想让居乐石看到信纸上的文章。居乐石肯定认出那个图案了，才不愿意公开，他大概想自己把事情解决掉，没想到被塞诺撞了个正着。既然缄默之殿来自沙漠，居乐石很可能也往那个方向去了。我得去找他。你要去沙漠？没问题吗？你不是很受不了沙漠的环境吗？要不要换个人？水源充足的情况下还行，而且我总有种预感，最好马上跟过去看看。各位，三十人团那边有消息了。老师。那就是提那里的老师纳菲斯嘛，哇，第一次见到本人哎。很高兴见到你们，旅行者派蒙。有不同目击者在两个时段见到居乐石和大风机关塞诺分别出城往喀万邑去了。我本想建议你们与三十人团一起行动，但相信你们已经听艾尔海森和卡维说了，事关缄默之殿，教令院过去确实有不少举措令我羞于启齿，哪怕是迫于无奈，终究也是可耻的。我绝不强求各位理解，眼下也确实是我们该行动的时候。老师，我明白你的心情，但这件事似乎比我们想的更复杂，我想或许应该避免打草惊蛇。也是，万一居乐石跟对方有什么牵扯，或者最坏的情况他已经落入对方手中，甚至各位还请务必帮忙找回居乐石和塞诺，我们不能失去他们。需要帮忙吗？我们没问题的。真的太好了，我从心底感谢你们。接下来我会和阿拉夫一起继续从乌拉卡那边着手调查，智慧宫内的事务我想委托给埃尔海森书记官和卡维先生。提纳里，你打算去沙漠对吧？对，卡维，这件事我来就好，你留在教令院帮埃尔海森和老师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好吧，那你千万小心。那就拜托各位了。阿拉夫，走，尽快行动吧，遇到问题记得及时寻求帮助。会的，提纳里，我们快走，趁塞诺还没跑太远。以他的速度应该已经跑得很远了，不过还来得及，出发吧。